为空中翕影片是即马正流行的趋势，嘛好民众是看甲正入迷。这里乡伫年初就推出专项的空拍影片，除了记录以外，嘛推广专项美景。即只顶最近嘛完成顶来各景区的空拍影片，强调爱分享互即只顶面甲店家免费使用公家资源。即只顶公所最近针对顶来各景区推出了一景区一支的空拍影片，除了提供游客会当位无同款的角度来欣赏一只小顶各景区的风景之水，即只顶长陈继贤也强调，即个影片拢是公家资源，欢迎民众或者是店家免费下载使用。我们这次推出空拍影片的下载以及授权就是响应所谓的开放政府以及所谓资讯业界这种 open source 的 source code 的这种概念把这样的素材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制作跟集集相关的各式的影片来行销自己的店家或自己的游程或者是行销整个镇用这样的目的来做这个推广。今年水利乡公所也推出了13分钟长的全水利乡观光推广影片，其中的空拍镜头真多，展现出水利乡山水风光秀丽空中角度，也同款是大受好评，点阅率也真高，证明空拍影片确实对着民众有真大的吸引力。借着这样的影片呢，有告诉我们的乡亲，我们有一个很棒的水里乡，我们住生活在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也告诉所有全省的游客，我们水里真的很棒啊！借着影片，有很多的亮点哦，这几乎全乡的亮点都有把它介绍了，有铁道、铁马、陶的元素、木的元素，还有水的元素，那这五个元素把我们整个水里乡的好山好水给呈现。当然我们自己的影片上也会用到这些空拍的画面来做一些行销以及宣传来让我们的在地的店家或者是团体他们可以更轻松的来制作相关的一些行销的素材。由水利乡甲一只镇所推出的空拍影片，拢详细记录了在地风光的美景。上重要的是会当免费提供民众来宣传家己的家乡，或者是店家知名度。公所也欢迎民众多多利用。今日金山差不多。